想前冲前追，败给梦想之上，有征途那会没有危险的阻挡，每一次跌倒站起都是成长，练就坚强。心中有许多梦想，渴望那冒险时光，把自信握紧手掌，英雄就是榜样。当使命从天而降，未来也充满想象，去远方踏风破浪，带上梦想起航，向前冲前追，摆脱梦想之上，有征途那会没有危险的阻挡，每一次跌倒站起都是成长，练就坚强，向前冲，风雨无阻，梦想之上，初心的太阳绽放正义的光芒，勇敢挺身而出，拯救世界，实现梦想。向前冲，风雨无阻，梦想之上，初心的太阳情缘失控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会被自己的情缘杀死的。我的头，好痛！这也是孔寿干的吧？痛死我了！对了，刚刚不得了了。虽然我的记忆有点模糊，但我记得觉醒了情缘，而且还是最帅的那种。我们必须得在入夜之前救出喜悦，做好战斗准备吧。这就是卢卢族曾经的王城啊，他们就住在这里面吗？哎，等等我呀！哇，好壮观啊！啊，哎，这是谁的雕像呀？哎喂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好歹也是你的地盘啊！你准备在那儿观光到什么时候？这里多待一刻都非常危险，孔兽有可能隐藏在任何地方，我们走这边地道进入城内。你等等我呀！啊，冰块脸，你在哪儿啊？哎，你就不能少给我找点麻烦？这里太黑了嘛，这能怪我吗？这么深的地道，趁孔兽还没发现我们，快点进去。深空的历史，这些全部都是吗？你们卢卢族还是很厉害的，集全族之力修炼御石咒，居然真的一步步把一座城市升上了天空。哼，无聊。这，你快看，好大一个冰块脸！这雕像长得好像你啊，一点也不像。你的族人好像很崇拜他们，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吧？
这个人一生中唯一的成就便是建造了卢浮城，从此我们卢卢族就成了全天下最出名的胆小鬼。与其看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，不如抓紧时间去救人。冰流他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啊。你在那里嘀咕什么？没什么。前面就是出口了。哇，好壮观啊！虽然被毁成了残骸，但还是能感觉到当年卢浮城是个非常伟大的城市。哎，如果没有爆发恐兽之乱就好了。哎，所有恐兽都在这个洞里吗？是的，这里通往最底层的卢浮浮宫，守应人大概也在下面。我让卢浮梯上了。啊？上什么？是卢浮梯吗？你们卢卢族真是够夸张的，这个雕像是怎么看都很像嘛，简直和他一模一样，真方便啊。哎，升降梯也是那个人创造的吗？他好厉害呀。不想被冻住就闭嘴。上去吧。嗯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你不喜欢这座雕像吗？卢卢族第三任国王飞流王，很多人说过我像他。哦，原来是国王的雕像啊。父王、母后、族人，他们都以飞流王为榜样，也希望我能成为他这样的国王。可我不像他，也不想像他。为什么？他那么帅。飞流王认为，让族人永远躲在这座空中城池，就可以远离所有危险。他这么想也没错呀。卢浮城的确能够保护族人。保护族人？你看见的那些结晶就是被他保护的族人，如果不是被百年来安稳的生活消磨了战斗力，如果他们再强一点，就不会连保护家园都做不到。飞流王自以为的保护害了他，但我的族人至今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绝对不会当这样一个国王的。我加入降神门就是为了证明给他们看，只有用力量才能保护族人，保护清水国。那你从降神门里擅自跑出来，哦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对吧？明白了，虽然你看起来冷冷的，但其实你跟我一样可靠呢。你说的没错，为了证明我自己，这次的任务一定不能失败，无论如何也要救出守应人。这是哪里？you
你真幸运，没有像垃圾一样被遗弃。你是人还是孔兽？你真美，美得就像一名公主。我曾经也是一名公主。我才不是什么公主，我是要征服天下的黑风王。哦，我不知道黑风王什么时候由猫出来担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傲雪，曾经是卢卢族的公主。卢卢族的公主？可你和冰流长得一点都不像啊。哼，那群懦夫的后代不配成为卢卢族。不管你为什么抓我，我的侍卫很快就会来救本王。嗯，随你啊，反正你是我离开这里的船票。至于你的侍卫，祈祷他们能顺利抵达这里吧。